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多基。今天的主办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点，就是第一个，你看后面我们是在这个庙，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庙宇，道教的这个庙宇文化，好，然后我们找了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庙来当我们那个背景。现在虽然是第三场，已经快要慢慢接近尾声了，但是依旧还没尾声，所以拿出最好的表现，享受舞台。我个人还蛮喜欢老舍的，然后可是我自己不会写歌，但我很喜欢听歌，然后也是冲着评审老师来看的。这种比赛就是不要得失心太重，然后把你自己最好的东西表现好，然后放轻松，然后把你自己完整的表现给我看，给我们看，给大家看就好了。你会想学吗？你会跟马浩说你想学？不会。好，不会。下一组欢迎。因为我已经上跆拳道，还有其他课了。好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很开心今天哦，天气哦非常好，没了哈。刚到台北的时候下大雨，一直还的公也没人啊，然后真的就是雨停了哈。饶舌歌手都很喜欢在那边 diss 来 diss 过去，对不对哈？所以我们哈这一次的主题就是说，你除了在 diss 某件人事物的时候，你还要另外看到他好的那一面。哦，就好像我们非常讨厌一个人，然后一滴干没一滴干没，但是大概让有一颗柔软的心哦，然后自我的思辨，可以看到这个讨厌的人好的一面。哦，甚至是我们看到那些不好的一面，我们可以以此为戒。一个东西都是正反面的，你看到一个不好的东西，你怎么样把它转换成好的东西，看到它讲出来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饶舌的主题，所以大家可以等一下好好听听看看他们有没有唱出这个精髓啊。对了，我忘了介绍我们今天的裁判了，也邀请了三位我们现在台湾当红的饶舌歌手。哦，那有我们的吕世轩，来大家给他拍手一下。有我们的 Leo Wang，来给他拍手一下，给我们的 RZ 给他拍手一下。因为之前我们在评哦，都是以我们这些比较 OG 哈、哦，比较年长的这些看法想法哦，在给大家建议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些比较新的哈、哦，现在新一代的哈、哦，最跟随世界潮流的这些站在这个浪潮顶端的这些饶舌歌手，可以给大家来一点建议。那个我们的比赛哈要开始了。大家好，评审好，我是 Vigo Chen， 来自台中。Oh yeah, Vigo， 这首 R&B 伴比到疯了。这是艺术 ，Oh yeah， 这不代表残酷。我是个普通人，不是 rapper。如果也能，我想在天空飞着。Take it easy。也没什么，就是会有点无聊。拜托，没事别打乱我的步调。这是你的高，还是个不了？算个当吃饱，准备我的 high， 代表我的 fucking style。懒得跟这些阿妈阿公比较，快死掉。人家在忙里偷闲，而我都在装忙。昨天不小心打翻饮料，跑出了警告，吃一堆，买一根蟑螂。最近有我那 be a rest， 你知道 take it easy， 我没有 money， 但我唱不完的卡西。Oh yeah， 这不代表残酷。Oh， 我是个普通人，不是 rapper。如果也能，我想在天空飞着。Take it easy。我给一个建议，就是在唱歌的时候，你最后那个音，就是通常很多人唱歌。最后，当你把全部的音都已经唱到之后，你最后会放轻松，所以你会那个最后 pitch 会软掉，会跑掉。所以记得在唱每个最后的一个音的时候，你要记得最后那个音也非常非常重要，甚至是这一句最重要的音。Yeah， 这是林汉廷 Berglin 来自新庄福寿街，我的作品从编曲到后置都一手包办。Yeah。总觉得我过得很辛苦，好像为了梦想其他一无是处。其实我们都同一路，只是目标不同，同样很清楚。但他们说，汉天啊，快点毕业！汉天啊，快点毕业！汉天啊，快点毕业！
绝不无争。嗨天嗨天，快去工作！嗨天嗨天，快去工作！嗨天嗨天，快去工作！我一直在做越好，还是考个金砖好，反正没人在意，在过程中仅仅都想要虚荣，还被金钱让金钱包 I don't hate you， 没有靠包装 I don't hate you， 狭隘的眼光 I don't hate you， 借歧视 I don't hate you， but fuck family， fuck power， fuck the fuck mess， fuck tech， fuck everything， I love fake， fuck myself， 同时全不会。谢谢。唱歌的时候 key 的转换啊，什么都很不错。那唯一的那种小缺点就还是小拍子有一些小不是很好的地方，但是是因为你写的也蛮难的，有一些地方可以唱这么大声，然后痛也不错的话，其实你有些地方可以不用放那个 backing vocal 在你的 track 里面，你就可以唱得更好，真的。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，Yeah， 这是 SK 来自错评 DJ Let's Go， 这首 beat 是我自己做的 ，Yeah。Jalux, Jalux， 哎哎 ，I got the Jalux， I got the Jalux， 我的头才不会臭，因为我又不敢洗头。I got the Jalux， I got the Jalux， 我很高兴你也好奇，但是请你尊重我。跟我辩论，希望你记住这一刻，你眼中的小混混帮你上了一课，玩嘻哈不是坏。I'm a rapper, got my style， 我的 hair， 我的歌就是他妈那么帅。觉得你挑这件事讲是很有趣的，然后我会觉得有一些用字是我觉得我第一个反应想到这样的歌，我可能会想到的。那我的感觉是，譬如说 hater。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多人讨厌你或讨厌我，所以我通常不会这么说。对，大概我对你的歌词有这样子的想法。我从舞蹈又开始进步神速，我渐渐我超越你们的程度，用歌曲陈述想法，借由文字陈述，而且绝不会赘述。太多的滥竽充数，唱歌太多太冲突，整首怪会让我听得辛苦，让我听不清楚，现实残酷，你没技术别来装酷。我在这空拍里秀着 flow， 节奏不对，天天难受，能力不够，只能观众享受你的表演秀。我把我想说的、看到的，借由我的歌词一一解漏。我这首希望你听完能承受，不然你需要找人求救。Yo， 跟风的跟风的带着经验，看得出来有一点点紧张，但没关系，就是大家都会发生事情。我的生活就是上班下班，没有例外，起床就是上下班，每天面对一群小王八蛋，有时被我外表吓到哭，有时挡住我的去路想霸占我的笑脸和关爱，用力揍我的头，超粗鲁扯我的手套，我还以为我在外面有欠债，这些小王八蛋根本就是变态。你们不知道，你们绝对不知道，常常热到不能呼吸，中暑还要继续跳，忍受小孩尖叫，大人的不礼貌，最不爽的就是不爽了还只能陪笑。不好意思，请你不要打我，我只是在游乐园里工作。不好意思，请你不要动手，我真的很痛，真的很痛。不好意思，请你不要打我，我只是在游乐园里工作，能不能请你好好对待我，我只是来这里赚钱打工。我觉得如果你没有解释你是在里面当人偶的话，我觉得人偶这件事写在你的歌里面是比较稍微有点没这么清楚，虽然我知道你有写到一些点，但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件事再讲更清楚一点。我下游，这是 Q 毛1 2018 Q 起来。哎呦，我下游，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庙，但一起 Q 起来吧。Yo，表演过很多，但大多都没拿钱，当老子练枪，老公耍手又抽农活的钱，好歹车马陪我有钱，没有要求很多，但都被借口搪塞，说我演出经验不够。我根本不在意观众们说什么，场外现金就应该要拿到手，是你们不应该，老子出来混从来不检讨自己，当然没有错，凡事都有正反两面，黑白相间，问问自己到底算什么，检讨自己，别再枪毙动物，下贱一堆蠢货，问题这么多。我觉得你是比很多人有经验很多，当然舞台就表演很好了，
只是说我觉得要挑骨头的话，我觉得咬字有一些可能是你的特色吧，会导致人家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。哎呦，这是范立山，来自政大黑鹰。哎呦，副歌很简单，等等学一次就跟着一起唱好不好？谢谢。今天脸书朋友都在讨论同一件事，不管了，赶快分享，表达我也很厌世。接着快搜寻懒人包理解状况。想不到有个不眨眼家伙跟我杠上，他说你怎么知道，你看的都是事情全貌，搞不好所谓真相只是那冰山一角。我心里狂骂脏话，大哥拜托你别闹，看起来真相我装懂，被你这样一搞，愤青愤青别太生气，把事认清认清再去生气，跟风还以为自己独立思考，真的嗯汤嗯汤嗯汤。哎，关心政治当然是好事，但反对你的人也不会没事找事。你总爱说是非对错不分蓝绿不分男女，为何跟你不同就要跟人互喷啊你？因为你在形容，你在讲一个对话过程，所以是你说，还有我回他说，我觉得这是 OK 的。而第二段其实你没有，我觉得你可以把主持拿掉一些，可能这些歌会酷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宝。键盘成为了你们杀人的工具，没了网络之后就呼吸不到空气，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冲击，越多自由人们反而变得更加封闭，讲话锋利以为可以不用付出代价，说着哪怕多大的措施都会害怕，不敢出门因为外面太阳太大，开着冷气打开电脑游戏开着外挂。 I don't really care I don't really care， 我能够自由言论，当我拿起手机其他 I don't really care， 你说我嘴炮、哦、然后呢，你们思绪被我玩弄着，你们的立场我煽动着，但其实我只是个旁观者。你让我开阔了视野，能翻阅各国的字典，能穿梭千年的历史，让我能更清楚知道我是谁，能查询我家的地址， Learning about life and peace， 能留下我做的作品，让以后的人们都知道我一直在做我喜欢的事，站在云端面对了更多批判，更多人知道我，所以更多人讨厌，也有更多人喜欢。连接上 internet， 人们变相的开始自生自灭。连接上 internet， you will never know 谁是 real 谁是 fact。连接上 internet， 连接上 internet， 连接上 internet， you will never know 谁是 real 谁是 fact。当你连接上 internet， 当你们都连接上 internet， 真的有感受到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感情，就是你唱出来的时候，你真的代表这个意思，你就是这么认为。而且也不会太激动到失去你的控制，所以我觉得那个从麦克风传出来的那种能量，我觉得真的刚刚好。今天看到了很多很多很酷的音乐类型，甚至是我觉得之后如果真正认真去磨这些音乐，甚至会成为现在下一代很酷的很酷的音乐人。评审这件事还是很主观，希望今天参加的人不要因为我们说的话不好的地方可以想一想就好，听听就好，就是你可能有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对，你自己想要做的音乐也很重要，然后你想要讲的话也很重要，记得找到自己说话的方式。虽然我讲你们不一定认同，但是我都是很真心的在想说我真的能够给你们什么建议这样，所以其实我刚讲的都是我真的这样觉得，那你们不一定认同，但是就是你可以参考看看，因为我是很认真想的，我不是说就是跟你开玩笑，但我是觉得也许那会有帮助这样。我们办这个新人网不是就是说一出来你就是哇超屌超厉害，最主要我说这个不是一个比赛，它更是一个特训。好，那我接下来就来宣布这个比赛，因为是积分赛还是要有这些名次。我们从第八名开始来讲起，第八名是盛奇，第七名是 SK， 第六名是 YNP， 第五名范立山，第四名 Q 起来 Q 毛 One， 第三名 Vigos， 第二名 Burger Lin， 第一名大宝。哦耶！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比赛真的是越来越白热化，大家人会当开始慢慢去安尼加来加去，觉得你下次你要拿到第几名，你才有办法变成第一名。好，然后所以下一次就是正式的比赛在这个三创，然后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也还是可以一起来玩。你最喜欢的是谁？我最喜欢大宝。我觉得。然后最讨厌的是谁？我没有讨厌，我没有讨厌。
没有。那你最喜欢谁？也是大宝。然后最讨厌谁？我不方便。其实包括大宝，每个人都表演都有可以在进步的地方，所以其实只要大家都有在进步，就是一件好事。好事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好，大家加油，大家加油。